与漩涡瀑布由高空倾泻而下，气势雄浑。漂亮的胡姬花沁人心脾。我们来到了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，人见人爱的招财猫就在前面迎接我们。今天我们准备乘搭航班，由新加坡直飞到美国的旧金山市，然后再转机飞往拉斯维加斯城市。飞机起飞后，先来一餐丰富的早午餐。整个航班行程需要大约15多个钟头，接下来的点心、餐饮、睡觉或发呆就在飞机上了。也不知道飞了多久，用早餐的时候了，再过不久即将抵达旧金山。20点抵达旧金山机场，就在这里转机乘搭内陆航班飞往下一个目的地。记得过了关闸之后必须提走行李，再把行李提到内陆航班转运处。休息片刻，来杯简单的咖啡点心，看看数字也蛮可观哦。继续飞往拉斯维加斯，大约需要飞行1.5小时。拉斯维加斯地处荒凉的半沙漠山谷地区，主要发展庞大的旅游，以赌博业为中心，所以也称为赌城。拉斯维加斯的底静厅就如走入了赌场一样，振奋人心，好像突然变得精神百倍。快点去，你要去哪？首先要乘搭电车到行李提取处拿行李。接着直接排队乘搭出租车直达酒店，非常的方便。拉斯维加斯大道距离机场很近，很快就可抵达各大酒店。这趟我们的住宿选择了由云顶集团所拥有的希尔顿酒店，全新的酒店在2021年6月开幕。走入大厅，感觉高贵豪华。名贵的古典钢琴由著名的利伯拉切博物馆收藏品所提供。走入房内，马上被大电视所吸引，宽大的桌面，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，非常的阔气。客房内提供一些零食、饮料，属于自动付费的，若你觉得不需要，请别移动物品。房内的冷藏柜，一边为付费的饮料，另一边是空的，给你放置任何物品，非常贴心周到。这里的酒店都不提供热水壶，这是装冰块的瓶子。圆形的咖啡桌加上2张舒服的椅子，你可舒舒服服地坐着享用饮品，观看电视或办公。可别小看这小桌子，它是一张非常超重、稳重、实心的家具。房间虽然不是非常的宽大，但是放置了2个大箱子之后，看看走动的空间还是算大的。厚而结实的大床给你睡得又甜又密，好梦连场。大床旁
都备有几个 USB 接头，也有 USB-C 接头。另一边 USB 接头之外，还有闹钟及无线充电器，同时也备有多个插座，方便住客使用。保险箱就在抽屉内，宽大的浴室，金光闪闪的花洒，令你信心满满。沐浴露、洗手液采用上等品质的品牌，略带花香，优雅又带有灵魂之美。放大镜明亮实用，全身镜子把你打扮得漂亮英俊潇洒。房内采用落地窗，房外风景一目了然。我的房间朝西边，所以每天傍晚都能观看夕阳。贴心的酒店，大厅旁有全天候的自家便利店。除了一些纪念品外，还有零食和冷饮。云顶、云华宫，好友相聚，来此用餐。美食街广场，提供一些比较亚洲口味的美食，在此用餐，简单方便。这里就是名胜世界的大赌场，全新设计，宽敞无比，整齐干净，明亮舒服，大家一起来发呀。厅另一边的餐馆、购物商店，以及特别引人注目的小聚球体。在小聚球体旁，有一个相当方便的出口，可以通往酒店对面的一些商店、餐馆，以及酒店前的车站。这就是出口的外观。越过这拉斯维加斯大道，前方就有便利商店等等的。顺便推荐对面的这家墨西哥夹饼 Taco， 质量非常高，非常不可。夜宵时间，食客较少，顺便购买了三片 taco， 这是满满的烤猪肉夹饼 pork taco， 配上白葱、牛油果、香菜等等，辣椒、大白葱的 taco， 这是加入牛肉的 taco。拉斯维加斯的名胜世界提供五种不同体验的游泳池，
游泳池旁也有宽敞的休闲空间。在赌城，还是小赌怡情，我们要开始玩老虎机了。